这游戏我喜欢，如果有画面没跳过就多好。很可惜哈，这个画面全部都是黑画面。I did. Thank the gods. I knew I could count on you. But this is only one of the items I needed, and I have two parents. 结束了。好，我们现在拿他的盾了。According to my parents, it was stolen while I was visiting the Oracle of 德尔菲神域。It's as good as gone then. Strange. Go to the cave, Mr. 去洞窟看看吧，把盾拿回来。家族剑。给我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干嘛？ Time to find this thief. Supidio mentioned a cave beyond the Red Lake. Strange that his parents knew this. They should get the shield back themselves. 等下为什么我要打他？啊？啊？我什么任务要杀他了？啊，算了，不管了，反正就解任务嘛。哦。莫名其妙就杀了一个政治的悬赏金，好，没问题。我们先去鸟瞰点。失宠者二三等，我觉得我要先消一下了，太危险了。花钱消灾。我本来不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你进来语音我跟你说，现在吗？你确定现在吗 ？You sure？你 OK， 我是没什么问题啦。嘿、hey, ，喂，喂，我你怎么还在笑？说，我是不是觉得我超级没天良的？不是啊，你那时候不在播恐怖游戏？对，然后那个游戏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超级留言吓他？不是啊，不然嘞。不是沙皮推荐我玩这款游戏的吗？对啊，应该说他玩，然后我看到我觉得很好玩，我不是也想玩吗？没错没错。然后后来沙皮就推荐我，嗯，干嘛？然后我就在直播中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就遇到的是蛮高能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鬼出现，就是剧情一些东西。嘿。他就专门那个部分就是要来吓，就是吓你这样子而已。对，可是我没有吓到，我就是很偏爱，就是哦这样哦。然后我还骂那个鬼，你知道吗？他说你就是想要在我直播露露脸嘛，你有必要这个样子，然后什么的。然后，然后重点是那个部分结束之后，我就终于找到我要的东西，然后就是去存个档啊，对不对？然后去存档路上，我就讲了一句。只是游戏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那么恐怖嘛。沙皮真的很娘哎、欸，结果嘞，沙皮在哦、喔，没有沙皮不在，可是观众就哦，你到底是在怎样？我就觉得怎么办？我这样真的可以吗？我就觉得我超强的，我自己觉得我超强的。啊，他可能就每个人惊吓点不一样嘛，看。我还以为你是说沙皮在聊天室哎、欸，我想说那就更好笑了。我就说对，如果沙皮在的话，我就立马改口，因为我发现我沙皮的观众。哦，沙皮会传哦，是他观众会传话，你小心一点。我是怕啦，因为我就觉得，天啊，我也太狠了吧，这话我也骂出来。沙皮也不过如此嘛，哎，娘炮！沙皮也不过如此，你小娘炮！完蛋了，完蛋了。就此有心结了，有心结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此话一出，完了，完了，分崩离析。叫我把这段剪精华。沙皮表示：嘤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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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沙皮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去他频道跟他忏悔。哦，那他知道了。对，但是我没有跟他讲我到底骂了他什么，我只跟他讲说我讲的很坏的话。嘤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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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到时候连睡醒还在笑啊？你们在睡醒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又不吃的出来，我自己讲讲，然后自己事后自己觉得很毒，你知道吗？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笑，然后我就几个人在聊天室里面讲这件事情，超白痴的。看沙皮要可怜，嘤嘤嘤嘤嘤嘤，躺着也中，他真的躺着也中枪，真的，然后我们完全明明都不关他的事，然后他明明就已经跑去玩那个魔物猎人，我知道啊。沙皮人很好的，对啊，沙皮人很好的、啊。的
对啊，地狱老头干嘛？地狱老头，不是这样吧？不是这样吧？完了完了完了，所有人都得罪光了。完了完了，现在你里外都不是人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糟糕了，有心结了。对，糟糕了，有心结了，大家都一起有心结了。没有，去找李心结，去找心结算账。人家这么可爱。哎，不行不行，这行不通了。一次没关系，两次三次我没办法了，拜托了，真的不可以去人家人家。好好好好好好好，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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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原谅你原谅你，可以的可以的。再次体会，声优是很可怕的，声优是很可怕的。你今天传的那个我快笑死了，你知道我人在外面吗？我看到那个我直接笑出来，你知道吗？然后旁边以为我是白痴，他说怎么又跟人突然笑了。我那时候在家，我刚回家，然后我就看到别人群组有人传这个，我就觉得太好笑了，我要分享到我。他说什么？你笑吹吹，我敲你的胸口口，你套气，我就一个勇猛壮汉，用用用的，我要用小拳拳打死你。一个壮汉的嘛，我要用小拳拳打死你！用用用！你想要男生那种最粗犷然后最 man 的最 man 的方式做一个反差，刚才快笑死了。行，对，应该有人看过那个，在脸书上蛮有名的。那个我已经看过一次了，可是突如其来，我真的受不了，后劲太强了。对，而且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出续集，好像就说那个而已。你想要听正常的版本吗？啊，什么正常的版本？正常的版本，哪一个正常的版本？就是正常的版本，最一开始最一开始。你是说嘤嘤嘤那个、喔？嗯，我没有听过哎、欸。等一下，你那时候你要讲。想听吗？观众福利哦！我觉得应该是观众想听吧。还不赶快抖内？还不赶快抖内？对，要抖一波。练财练财了，练财洗石矿子，好爽好爽。A young couple brought you to us. They knew we'd give you a better home. That sword and shield is inherited from them. 你要讲也是可以啊。有在开玩笑吗？对啊，你要讲，观众在等着啊，摩拳擦掌嘞。真的、哦，然后其实是你想听啊？啊，没有啦，我在看剧情。你看哦，他现在被关，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大叫了，我也不知道。他跑出来了，我要跟随他。那一幕就让阿姨挥之不去。他干嘛啦？我要跟这个 NPC 要干嘛？在海浪中奔跑，琼瑶吗？他说我没有想到，就是你刚刚选一的时候，他说你会亲下去。Oh my god！ 我那时候，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是。他其实他这个搞机这个桥段上一局已经有了。是哦。对。啊，没看到。可是动作基本上都一样，是有点可惜，就是互相抚摸，然后准备要亲的这样哦。天啊！我现在又热起来了 ，My God！ 怎么可以这么热啊？你也太容易被挑逗了吧？没有吧？只是突然觉得很热。要抱吧？都怪你，都不哄哄人家，人家要拿小拳拳捶你胸口，大坏蛋，打死你！别啊！我被敌人发现了，靠背啊！要我被发现了！大头不要生。好好好，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哎、欸，你最乖，你最乖，可以可以可以。啊，姐，我发现这声音可以了，要多锻炼了。真的真的，行。虽然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吃萝莉音哎。大多数啦。那你觉得我是吃什么的？我觉得你是吃萝莉音的。可是这个怎么讲？嘿、我算吃吧。可是我如果真的有跟，就是听得会舒服，但是、啊、你是说你吃这个声音，但你不吃萝莉？哎、欸，没有错，拜托吃萝莉很危险啊！大多都是这样啊，大多都是这样啊。哎、欸，合法萝莉，合法萝莉的话也不一定我会 OK 吧？对啊，
我觉得萝莉音很好听，但不代表会觉得就是那个讲、清楚啊，是萝莉的萝莉音好听，还是我的声音好听？那这还用说吗？嘿，那当然就这样，快死了！等一下，看我快死了！我这里快死了！跑！啊、那就当然这还用说吗？当然就你的声音好听嘛，是不是？对啊，我还想活，没有啦看我快死了，我快死了！你敢说你敢说萝莉音好听，不是你的声音好听？当然是你呀、咬你！我又不是这么不会，又不是像的人。真的吗？对呀、拜托。说啊，人这么好，真的好，真的。一天没听到你声音，我睡不着。屁呀、真的啊。对呀。真的啦。会怕怕的，觉得背后凉凉的，背脊发凉。为什么？怎么突然觉得凉凉的？啊！你说狮子啊？被我暗杀了、可恶！怎么了？这个坏人，大坏蛋！打你不是啊！啊！你不打他不行，他会打你啊！该啊！你不会跑哦？不行啊！他悬赏哎！怎么可以欺负？我是被悬赏的那一位。这么可爱！他怎么可以杀狮子？怎么可以杀狮子这么的可爱？撒娇女人最好，真的，不是变声器，也不是尾音，就是我出生我的声音。哎、对，他的声音就是这样子的，好，不要不要，就是这么可爱，像青玉一样天生。曾几何时，现在只要听到女生的声音，大家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男的。对，哎、我好多国外的观众一进来就是有没有用变声器，傻眼。应该是这样讲啦 ，PUBG 很常被这样子胡闹。就是一个题材嘛，大家也真就是跟着一起做这种题材，所以说他们可能就已经有提防了，你懂吗？对，变声器题材其实就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制片方式。所以说他们会这样讲，其实情有可原啊对啊。可是我很难过，真的是，可是是国外的观众就是来看他，然后哦，听我问说你是用变声。可能是因为你的声线高低可以一直不断的切吧，对啊，对啊，声线的问题其实会被问，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你不要觉得难过啊，就把它当作说你可以到人家去怀疑你是不是变声器，那代表你真的有那个实力啊。我没有难过，我真的没有难过，没有，我没有。那你哭屁啊、在那边凶屁啊、哦、对不起啊。阿小、啊，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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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凶，好凶，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这边都骷髅头哎，我说打不赢啊，王跑到贼窟了，他就觉得很，我就自己就觉得很傻眼，没有用变声器，哇，刺杀杀不死啊，对不起，我错了，大哥，给点面子啊。我露出我的白色内裤表示诚意，好不好？放了我吧！啊！这射我要我要我从上面摔下来、啊，看还露出裤底一包，你这是要给我猥亵了？我的天、啊！可以不要这样吗？就很之前开玩笑的时候，也有说我是大屌萝莉，然后你有生气吗？没有。哦，那你是大屌萝莉吗？对啊，是啦，怎样啦、啊？你不是说你没有？大屌萝莉也屌比你大啊，怎样？你不该自卑？不会啊，我不在乎、啊。我觉得比大那种东西太肤浅了。我觉得那真的是很肤浅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还曾经看过长得像博朗咖啡，啊、没有啦，就哦，在经营的事情，我印象深刻到至今。你让我的防喷麦都脏了，我的防喷罩都脏了。为什么？我、哦、面包喷出来啊、哦！哦，好，没有喷面包，喷口水。啊、哦，喷口水。怎样？对博朗咖啡有兴趣啊、哦？
讨厌。哦好。关我屁事啊。哦好。我要跟哥哥说你性骚扰我。我哪有啊，我只是做博朗咖啡而已。还很扁又很粗。啊没有啦。就是又哎。哎那、欸啊、任务在哪里哦哎、欸、来了就是 BOSS。哦。哇、哦、等一下。看好恐怖。好恐怖。我印象中的驯鹿不是长这样子的吧，它比人还大哎、欸欸。好可爱哦、喔欸、其实这样看蛮可爱的。好够追啊。你也很可爱啊。真的吗，可是这样子有人会吃醋吧，晨晨会吃醋欸。晨晨吗？对啊。哇他的脚是镀金的孔金啊。还好他不会，他应该是不会像那个野猪那边会召集伙伴之类的吧。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到结束好了。头有点晕。那我建议你吃掉晨晨，补充一点热量。我要吃掉晨晨。不要。晨晨超可爱的，哎、欸，你们呢？哎、欸，这边一堆男人应该都不了，不太应该不会了解到我的点在哪里，想一下。突然懒得解释了，这样子。突然懒得解释，发现我这边一群男的。哇！算了，女生的浪漫你们不懂。为什么突然天空下起了血雨啊？哎、欸，没有看错，不是血雨。二十几。哎、欸！哦，这是他的空隙，攻击空隙啊！我有呀！我是有暴击。重口，应该是稳拿了，这基本上稳拿了，只要不要一直无论刚讲而已啊，撑住啊，是你，不吃不吃，哎，结束。可怜的露露，只有特定十分才可爱，那就是很可爱啊 ，Jason。任务道具，耶、yeah ，结束了。你、欸、这边还蛮美的、欸、，Jason 真的很可爱。那时候你也在啊，就是他，就是你知道，刚睡醒的时候，嗯，刚好就觉得啊，好可爱。嗯，哎，我还没准备好就抄下去了，靠杯，我不要拍裤底的、啊，在那边。靠腰，我想找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像是这个是驯鹿，可以来当一下配角嘛？呀，那么多熊，怕的跟什么一样？找一只鹿来拍照啊！来，乖，我们一起来，别跑嘛！好，这样可以吗？你就不要理他太那个啊！动物朋友。这个好像这张超有画面呢、欸，这个表示别，然后这个表示嘿嘿嘿嘿嘿，喔、我已经想好剧情了，好玩好玩。哎呦，可是我想找一个角度，可惜他这边超棒的，可是有点太暗了。对，这有点太暗了。我要先截图。OK， 这张就是我们下一集的封面图。
决定好了，决定好了。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你的心碎。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天照的你就不是不是吧？我一直被追杀。这么想杀我？那么硬呢？痛痛痛痛痛痛！あなたは观众。あのねあのね。あのねあのね。我靠！小花猫，小花猫被我秒杀掉了。我们一起笑着，一起扭扭。哇塞哇塞！把盾拿走。哇，他居然丢毒，这只会丢毒哦。回到后面的人，后面的表示干，干笑死，干我屁事哦。他在看热闹有没有？干我屁事，笑死，还继续耕田有没有？装没事，靠背。你还是耕田的，俺还是耕田好了。不该俺的事，别人掺搅和，妈的被打干。那个我那个刀斧往后挥啊，就啪，在看呐、啊，在看呐、啊，人家在打架在那边看戏呀、啊，啊，笑死。我们现在接一下任务好了。Up here! Oh, thank the gods you heard me. Sounds serious. How can I help? I'm thirsty. 我很渴。Fills me up, but I haven't seen him in a while.So, if you could just reach over there and grab me a wine. I'm a Mistios. I don't fetch wine. Wait, your husband's missing? Oh, well, yes, I suppose he is. 娇生惯养，你喝醉了，丈夫的行为总是难以掌握。You must be drinking a lot if you didn't notice your husband was missing. Yeah, between you and me, it's hard to notice anything after enough wine. Your husband must have enemies or something.Someone who might want to make him go missing. 丈夫任务。If you're wealthy, they're your enemy. A local captain and his Malaki's dagger friends visit as often as they please, demanding made-up taxes and beating my husband if he doesn't pay. Will you find him? Will you find my husband? 我会帮你找出丈夫。Thank you. 逃漏税。Any idea where I should look for your husband?He's been trying to find ways to get his shipments past the Dagger's forces on the road east of here. Anytime his carts ride by, the troops are controlling more of their godsless forces. My husband usually waits on the road. 洞窟的南方 You mentioned something called... I thought a Mistios would know. You said the Dagger. 组织 闭嘴 It's just men, Mistios. Greedy.Delusions of grandeur. I've heard it. 可以讲一堆屁话。收税员啊，咱们的匕首组织是收税员，收好收满。嗨安安你好，这是 UBI 第一次跨足手游市场啊，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能骗多大，是吧？等一下，这只鸡打我！哇塞，这只鸡是勇士你！哎，这边的鸡都会主动攻击哦。嘿，你好，有没有打我？哇！看我到底招谁惹谁啦？这些鸡是怎样啊？等一下直接给它杠下去，刚好刚满。
呜呼！哎、欸，原来是女的哦、喔！哇，女强人出现了！哦呦呀！过去啊！哇，动作超慢！呜呼！哇，毒啊！跟我拿一样的武器呢。哇，慢慢慢慢慢，一呆一呆。哎、欸，后面在干嘛、啊？看戏啊？怎样？后面在干嘛、啊？哎、欸，那个是另外一个佣兵，然后不帮忙打，在那边看戏。靠腰，这什么情形？这情形也太好笑了吧！轮流是不是？然后换你的二七等。好，我假装，我要躲起来。滚，给我下来哟、哦！哎、欸，有了有了有了！哇，这个有毒啊！哇，我中毒了！我靠！我快被毒死了，他奶奶的！我会死！Help me! Help me! What good to do? 哦哦哦哦哦哦！情况不太妙，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哇，他丢长矛！哇哦！补血，起死回生之术。起死、回生啊！慢休息，慢休息。呜、哦！哇哇哇哇！尴尬，尴尬。拜！哎呦，差点去了，听你你的，哇，死掉了，她的丈夫。What happened here? Guards, Malakis got up guards. 他们想要睡，睡。Took my master up to the distos. 哇，就她老公没死，这个是老公的随从。那个男的随从，哦，在那城堡里面。I'd better head to the fort. 几么远啊？这只老鹰，拜托给力点好吗？就这样，一定还有东西，不然他就不会这样子了。好。就这么近的地方嘛的，浪费一堆时间。喂 ，boss， 这个应该射不死吧？这个。有够笨的这个，我来笨几点的。哎、欸，但他没有发现啊、喔，这么屌啊、喔！哎、欸，有他发现的，问号问号问号，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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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干！
错过了啊！完了，要被发现了。卖球，卖球，卖球！麻烦的家伙。算了，我先。我先把那个东西弄掉好了，顺便把这给杀了。嗯，纳明猎人，女猎人交谈，我居然解了一个另外的任务啊！另外一个任务啊！刚我们那个支线叫什么来着？收税员。支持你哥哥？为什么要支持你哥哥？不是啊，你要我支持你哥哥，也要有一个我觉得合理嘛，对不对？完了，被发现了。够！重击砍劈，单挑。哦哟！我杀！我炸！哇！哦，他们的队长血好多、哦，打起来就带感。把这拆了。萝莉，你在萝莉什么啊？完了完了完了，躁动了躁动了，他们全部来杀我了。蹲，没事没事没事，暗杀时间。我操！结束。加塞，他们怎么说讲台语了？加塞，厉害！你看台语这么流利啊，吓到我了，知道吗？加塞。加塞！来来来，一个又慢慢来。哇，佣兵！听到佣兵的声音了，是不是佣兵？嗯？先躲。最近都这么晚开台。因为很多事情要忙啊，当然我也不想要这样子啊。如果可以，我也希望下午六点开啊，晚上六点，但没办法，身不由己啊。老头使用如来神掌拍死他们。好，我尽量，我尽力，我尽力。后面的传奇神武米诺涛装很强。你是说这个、哦？我已经有他的任务了，你知道吗？可是这个是不是？
11000多公尺哎、欸，我看一下，光是11000多公尺，这家伙就落在哪里了？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等级27级。我为了拿他的神装，然后其实我也可以啦，因为我也27了，对不对？你觉得我现在适合去跨越这么多重重的岛屿，然后去为了打这个米诺陶吗？强大的牛头人，你觉得有必要吗？还是中规中矩呢？如果能够事倍功半，当然是最好啊！啊，没有事半功倍啊，没关系啊。真的假的？可是我不见得打得赢啊。也是可以啦，不然待会我们这边两边的这个金汤号解完，我们就过去好不好？因为我是想要先把这边的金汤号先结束掉，然后我们再坐船，顺便把这个北兰啊，这个神教人员杀掉。然后再顺势的往下到最下面，超远欸，我的天哪！好，就因你那一句话，神装我来了。哎，他想干嘛？哎，刚有人密我。哎，找不到人是不是？哎，我在后面啊。Hello，Look at me，Look at me。哦呦喂啊！烧死你！漂流人！啊啊啊啊！哦！拜！杀佣兵就是爽。我刚刚听到斯巴达，就让我想到斯巴达电影。This is Sparta， 没有错。OK。哎，金木研，好，你好，你好，好久没看你直播了，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不看啊，马西不用急着解释，你就是不想看了，对不对？我知道，我懂，老头过气了，我知道，我知道，不用多做解释，别说了，我知道我过气了，我被边缘了，我要哭了，你们都忘记我了，我要被遗忘了。啊，在 YouTube 里面被忘记是很常见的事情啊，好不好？哦，原来你在这啊！啊，这边要救。哦，这是他们的那个俘虏任务啦。哇，一次救4个，好屌！等一下再救你好不好？不救他好像很惨一样，鬼哭狼嚎的。你改名了？你有改名吗？哦，你原本就叫极光是不是？你原本叫极光嘛，现在改名了叫 Sky 极光啊。我还记得。老头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哦？其实还蛮多的哎，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去看啦、啊。像《猛毒》我也想看啦、啊，《一丝到底》我也想看啦、啊，可是 Let's see the Spartans win now， 就比较没有那个时间。不过我想要去看一下，不过没看到也就算了吧，对吧、啊？也没有说一定要啊。
这边剩最后一个，好，那边有一只佣兵，各种佣兵。不要，不想救你，看你就堵蓝。是因为我没有下载直播平台 ，YouTube 不是可以直接看的吗？不用什么直播平台啊。YouTube 不是你有那个 YouTube 的播放软体，你就可以直接看啦、啊。一丝到底一定要看啦、啊，他拍成本800,000，票房8亿，干这么屌哦、喔？到底是屌几点啦、啊？800,000成本，8亿的票房，有没有那么猛啊？哎、欸，靠，别按到技能了，他奶的，浪费啊！结束。我们来去救人吧。凶宅惊魂。他是说 no no， 哦 no no 没办法、哦，那也没关系啊，真的。欸你跑屁哦，我要跟你讲话。哦，我要护送他。好。他知道有个秘密通道可以过去哦，这里。好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What the fuck？ 哎、欸，没事。这么高吓死人，快点啦！大家看，你好，卫生。他的长毛长大吗？他的长毛大吗？不好说，不好说。啊，这种东西各凭想象，好不好？有一些东西啊，没有答案，让大家去猜想才是完美的，对不对？就好比某些剧情，有些剧情的结局总是给你一些可开放式结局，对不对？你问毛大不大？我能告诉你，自己想吧。开放式结局丢给你们了。你觉得他大，他就大；你觉得他小，哎、欸，他就小；哎、欸，你觉得他刚刚好，哎、欸，那就刚刚好啦。啊 ，surprise！ What the fuck？ Hired killer than a hero. Your wife hired me to check on you. She was worried about me. Well, about me. She had some wine. So you have met her.Is there anything I can help you with? 关于匕首的事情，他们有极大的野心，还有前所未有的贪念。They appear to be pirates, yet they're organized, funded, well connected. There may be more than just a kingfisher pulling their strings. Don't worry. 像强盗，但是又彬彬有礼。Your wife seems nice. She does have her tastes.Expensive ones. 他们这时代的人毛都超多的、欸，那个胸毛。I don't know what she'll do if I ever run out. I know she loves me. I'd rather not find out how much she loves me. Still, you've earned a reward. I keep an emergency stash of Drachmin. 紧急备用的钱。It's directly north of where my. 哦，叫我去捡他的酬劳。What you think you've earned? Just.Leave enough for me and my wife. 哦，有钱人呢。Me from the husband's stash in the Cataractis cave. 他跟我讲说，这是我的支票，好不好？你要开多少，你就给我开多少。哦，你想要，你觉得你这个，你这份委托，你的酬劳能多少，你就自己填你要的数字。但是呢，留一些给我一，留一点给我。We've got to make it to the road. 啊，他还是要养他的老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哇，佣兵来了！哇，桶缸去了，舒服吗？很舒服。Maybe this will help Agapios identify the dagger's leader. Hi。哇，这边全部演托大哥大。Amistios。
records of ship names. 痔疮破裂。痔疮破裂之术。每个都痔疮破裂了。破好破满。好了，耶，大成功。哎，别别别别别，没事没事。你看到是一只苍蝇。I found the records, Agapios. My master would be pleased. You're a slave. Do I not look as you expect? Yes, Mistios, I am a slave, but I'm not without dignity. The local magistrate is my master, and I'm his most trusted servant. 我绝不会成为某个人的所有物。你只是为了生存。他刚刚讲什么？没有仔细看呢。We do what we have to survive. Exactly. I don't blame my father for selling me to slavery. It's what he had to do. He got me out of my old life and gave me a chance at a better one. Nobody chooses to be a slave, but being one provides me food, shelter, safety, and security. Especially now, with Evia all but run by the If, uncovering the identity of the darkest leader.And finally stopping them. 哦，找他的主人，我们就可以知道匕首是谁了。耶、yeah, ，找匕首，又一个了。说好的打完去打牛头人呢？来不及了，我要去接这个比较近的。我要去补番了，拜拜，好哦。哎、欸，今天礼拜六。今天应该有英雄学院最新一集吧？那我播完我去补一下好了。可以直播魔物猎人吗？不行，因为这款我还没打完，等我打完再说。菊花蚕。要等第四季了。我知道啊，可是 我不知道他实际播出的时间点啊。干嘛？嗨，你好，干什么？哦，吓我一跳，过来点火而已，我要过来敲我嘞。我没做什么坏事。他怎么跟那奴隶长得好像啊？哦，他本来就那奴隶啊。The record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name of the man leading the dagger. The kingfisher. 翠鸟，将翠鸟绳之以法。Once you know the kingfisher's real name, bring him to a court of law. He and the dagger have wounded Envia. Envia should have a chance to decide his fate. Agapios, tell him. When we were young, when we'd play, I was the robin.And the kingfisher was my brother. 他哥哥 But he died. He should be dead. I mourned him. 就他没死 I made him a grave. Please tell me he's not one of them. I beg you, tell me my brother's not a dagger. 哦，证据是不会说谎的。你最懂你哥哥了。证据是不会说谎的。你最懂你哥哥了。他是证据。Your brother is likely involved in this, Agapios. If he is the Kingfisher, he's working with the dagger. No, that's not the boy I knew. He protected me, saved me. He's whoever this Kingfisher is. It can't be my brother. 你是怎么知道你哥过世的 ？Your brother died. Did you see his body? No.No body. 对嘛？啊，没有尸体就不太可能啊。Matter died. Butter was not as fit to feed us as he once was. So 某天再也没有回来了。Your brother can't have been born the Kingfisher. Of course he wasn't. Neridos. 内里托斯。Older than me. Neridos.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o Envia's survival than stopping the dagger. I. Yes, Master. I understand.哇 ！Please, Mistios, help me. 开始求了。Kingfisher's true identity.
We can clear my brother's name and stop the. 同时还能阻止匕首。Would be in your debt, more in your debt. The magistrate's treasury runs deep. Your reward would not. 为了钱，我会帮你的。Kingfishers are. I know a farmer who's had dealings with. 一位农夫。I should pay him a visit. There is a shipwreck along Evia's southern coast. 好，我靠，这个支线有点长哦。Ships are sunk daily. Why does this ship not? Because this ship appears to belong to the Dagger. 为什么你讲的这位农夫很耳熟 ？I've met your farmer. Did you try mentioning? I didn't know you were famous, Agapio. I'm not saying I'm famous, but in certain circles. 不想讲废话了。I have enough to go on.He won't be. 生命会自行找到出路的。以承接多项任务。哦，他这次完全不给你任务目标，自己想办法的意思吗？这个。亚历克西欧斯发现农夫的故事不只是他说的那样。哇，支线直接给你三个方向，哇哇哇哇哇，这个可能会很牵涉到后面的剧情哦，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牵涉到后面的剧情。基佬教条，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好了，这比较近。有些支线会影响吧，稍微会影响剧情发展的样子。那种北西洗屏看不懂的就先 ban 掉了，不浪费不浪费口舌，好吧，直接 ban 了。哪一幅梦幻模拟战啊？我在多瓦鲁啊，我在多瓦鲁啊。多瓦鲁得死，哥在多瓦鲁。多瓦鲁得死。安哥尼亚维尼。我生病还在看老头啊，保重保重。Killing him won't solve anything, Prexileos. But we can't just sit here and let him do this to Asidia, to the children. You think I don't have their well-being in mind? Well, you certainly aren't. 吵架喽 ？How dare you？ 尽量冷静一点讲话，那完全不认识的路人那边插嘴有没有？你们两个别再说了。Calm down and listen to yourselves. The kids are scared.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以为你是谁？你呢 ？Calm down. It's bad for the. Speak up, stranger. Agapio sent me. He wants to prove his brother's innocence and destroy the dagger. His brother, Neritos, didn't he die on? Stop, Ithia. We're in enough trouble as it is. 哦，阴谋。Tell me what you know. Let's make a deal. Kill a man for me, Mistios. 把我杀个人。And I'll tell you about the dagger's base of operations. 哦哟 ，We've been through this. No killing. 不许杀人。Talk to the man instead. Make him honor his word to pay us. 所以说我要去杀人啊！算了。Deal. I will take care of your. There's a man from the dagger. He approached. We don't care about the dagger, but we need the extra income. He wanted us and the children to spread the message. 他是在利用你们。Just using you.Exploiting your children for sympathy. And now he intends to do it for free. He stopped paying us and threatened to come after our children if we didn't continue. I was going to kill him myself, but Ithia. We can't just take a life like that, Prexileos. That's not us. He lives in the large hous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Listen to yourself. Talk to the man and posture if you must. But we aren't. I don't want to set a horrible.我去解决他。闭嘴，讲那么多屁话，就是杀就对了啊！讲那么多。That's him. The Tiger Man threatening the theater couple.
夫妻吵架最好不要干涉，但是我还是干涉了。肌肉间的碰撞，阿斯 ，Oh my god！ 居然在这遇到你，好吧。呜嘿，呜啾啾啾！烧死你，烧死你！哇哇哇哇！Help me, put！ 哎、欸，哎呦，厉害哦！拿到纸装，烂东西！你看三小，哦呦喂！Fuck！ 哦，我们直接找他谈看看好了，谈完之后再把他杀掉。哦，房子那么大、啊，走私者。哎呦，哎呦，哎呦，是这个。What do you want? 我是来谈谈的。I'm just here to talk. Did the theater couple send you? I already told them to leave. Or else what? You'd hurt the children. That as unfortunate as that is, I would. For my family, I'd do anything. 他的家人。哇哦！结果还是打起来了。最后还是打起来喽！结束，收尸收尸，火遁火球之术啊，超级火遁！嗯，还有后续剧情吗？我听到小孩在讲话。My love, no. By his family. Too bad he mixed with the wrong people. 交错朋友。哇，我被通缉两颗星了，我是杀人犯。他们拿棍棒打我啊！哦，没有，他们走掉了。哇，照那个杯嘞，安尼哇。哎、欸，干什么干什么？那小孩子也跑另外一边这样子。鬼啊！有一个佣兵慕名而来的，他来杀我了。先不管他。这游戏很难吗？嗯，其实还好，还好啦。我觉得不怎么难欸，还蛮好玩的。安安你好，魔龙，魔龙安安。暴徒。哇！Shut up! We'll find every last one of your precious kids. They'll fetch a good price. 哈 Release them this instant. I'll let them go after I've made a few cuts. Malaka. 去你的叫马拉嘎！Intrusions into our affairs. Then you Malakas should get out of my way. I'm a man that likes a little drama, so let's make this interesting. You, Mistyos, seem to have a flair for the dramatic, and we are in a theater after all. So let's have you decide how this play will play out. Get to the point. Someone's got to die here today. 那个人是你。Easy.That's you. Try, and these two will have their throats slit before you even reach me. 选一个。But like I was saying, someone's got to die. 二选一。Just one. It's always more fun when one lover is alive to watch the other bleed. So
meddling Mistyos. 完蛋了。Who should live? 完了。 只能选一个。Save Praxileos, Mistyos. The kids can do without. No, save Idia, please. You'll be saving. All right, time's up. Pick an ending to our little play, Mistyos. I'll save them both, but you. 硬上。My dagger's come. Wrong answer.他们两个都会死。That's where they control Evia from. Stop them, you little. 两个都死了。Yeah. 哇！鲁莽行事。哇，那边有个小孩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吓傻了这样子。欸，那小孩超屌的啊，无敌哦，靠靠他都没事。嘿嘿。I won't let your dying words go to waste. Agapios will know about Skyros, and I will avenge the both of you. 哦，二选一，二选一，那么就不如两个一起死吧，是不是？我靠！我已经快要五颗星了，笑一下，笑一下。那我现在干嘛？要去找那个奴隶。哦，这个支线任务好长哦。